2024年受到剧迷期待的韩剧《眼泪女王》由金秀贤与金智媛主演，这对高颜值组合去年合作消息一出后就受到外界相当大的关注，今日终于释出最新双人剧照，马上一起热烈讨论。剧照中金智媛在暖阳底下倚靠着金秀贤看书，画面相当美好。剧照公开后网友们都大赞太梦幻了，太有 CP 感了，非常期待两人在剧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。《眼泪女王》由来自星星的你、爱的迫降的知名编剧朴智恩执笔，故事描述金秀贤与金智媛饰演财阀夫妇携手克服危机，创造出奇迹般的爱情故事。眼泪女王目前定档今年3月与观众见面，去年7月时演员的聚餐照曝光后也引起网友讨论。